讲。就是前面七招这个啦，没有。经过服务病人实务的经验，医护人员给你写剧本以外，搁做演员、导演、摄影师，要来翕团队影片。希望大家有正确自杀防治的观点，甚至共同来加入到守门人的行列。希望大家珍惜生命，如果生命中有任何的问题，也请找人来一起协助你。所以呢，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24小时安心专线0800-788-995，0800-请帮帮救救我，或者是打生命线1995来寻求专业的协助。主要是面对生活身心的各种压力，在现在高龄化的社会，我做嘛是老人族群上常看到的疾病。因此，南投县政府卫生局为了落实自杀防治网络连接，提供社区高风险族群后续追踪和关怀方式，以及专业医疗服务资源等等，加强做宣导。说您周遭啊的朋友有受忧郁症之苦，或者是说他短暂因为感情因素、家庭因素、人际关系等等陷入低潮的时候，他如何来协助周遭的人际的关系的资源，乃至于我们公部门的卫生所的心理諮商的资源。政府和草屯两院来做多方面的合作，希望可以发挥到最好的专业医疗服务。现在在13乡镇市的卫生所也免费来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，今年到现在已经服务200多的人次，民众若有需要也可以透过预约方式做咨询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